个回不去的友情是，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真的想太多了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人不是 Alpha， 你们现在有联系吗？没有，多久？就是我没有算是没有什么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最近参加这个浪，真的会压力很大。压力大是一定会有的、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专业唱跳人，我算你说人员唱跳歌手，那我去到那边就当是演一个歌手这样。其实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有曾经有组过就是女子团体的这件事情，只是它没有成。我当然就是想要完成那时候想要未完成的想法跟梦想嘛，那刚好这个有机会。我觉得人生很短，就是现在心里面想要想做的事情就勇敢的点头去做去闯，因为你不做你也不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。我刚开始去的时候真的就很像小学生小朋友一样，因为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是学，就算身体很累或者是想睡觉，那个对我来讲它一定会发生的。当你做一个很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不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压力，或者是很痛苦，或者是不开心。那像 Ella 跟心灵，就是有没有给你一些建议呢？就是毕竟他们是过来人，这样。有，我有跟学姐们请教，他们其实比较担心的是我的身体的部分，因为确实是要花许多的时间跟精力，然后他们只是跟我说，好好玩。然后好好享受舞台，然后但是也要好好照顾身体。那他有透露他想要去探班吗？这阵子他也非常忙，他飞到就是外地去工作啊，出差，所以我们两个有一个半月没有肢体接触。节目上那个回不去的友情是，那当然就是有很好的那个朋友，但因为我觉得人都会长大。而且因为经历很多事情自己会去想，那有时候你跟他在不是在一个同个起跑点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我想要成长，我想要改变，对，所以那我们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然后但我觉得那些事情会让我们回不去。真的想太多了，我说大家想太多了啦，没事他没错，只是想太多了。我觉得大家想象力也很丰富，想太多了，不要多想。下一题。从哪里拿出来？我打算你们在问的时候，我就要。我现在也只能就是刷牙。你哪里变出来的呢？不能让你们知道。我没有从后面拔出来就不错了吗？我觉得真的就是过度解读，然后我就只是在。分享我人生中发生的其中一件事情。我的朋友很多，我从小到大我也四十几了。其实我觉得就像坐车一样吧，坐列车一样，本来朋友就是上上下下车子这样子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人不是 Alpha？ 想太多了啦。你们现在还有联系？没有多久，就是我没有算是没有什么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